好，请坐。哎，不准吃。有教吗？声音 OK 吗？我头发看起来还好吧？有人在唱歌哎，垫个音乐应该就好了。答案是狼。这个我也知道。选 A。哎，等一下，靠背这是我猜，我猜，凤梨、木瓜。C 凤梨。我会有点想要选爵士或者是 hip hop， 因为他想要再挑一些舞，应该是爵士，爵士，爵士，烦死了！啊，我猜电音，电音，真的假的？乡村，乡村，蜘蛛 ，B 蜘蛛。蛇，竟然是蚊子！我知道你蛮喜欢吃汉堡的，然后中东料理蛮喜欢的，所以应该是汉堡。This is tough. A 慢跑。Maybe baseball. Really? And I like ping pong too.Easy。以我常年对林姐的了解，我们认识了将近超过十年。It's not on here. Thanks, A. It's D, Iceland. 美国洛杉矶。B, 英国伦敦。其实我蛮想喝的，但是 no， 太懂你了。这太简单了。狗人啊，狗人，超级爱狗的。B, 奶酪。耶、yeah. ！我猜是 B， 看什么看？看你全联吧。C， Jason's Monkey。C， 好像是在图书馆。时间大概是2003年，在厕所。眼睛，我觉得是我的那个眼皮。我的人中，我觉得我的人中好像还蛮标准的。你应该知道吧？换我跟你换好了。不是不是，哭啊！认识你之后是后期了，找下一个对不对？就让你知道后期就好了，剩下前面的我喝。跟天颖他们出去玩。你跟谁失恋？哎、欸，啊、oh. 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国中的时候要赶那个上课，然后就过马路没有看，看车，然后就差点被公车碾过去。我死了之后不用办丧礼。我要去。我上次查了那个幸运石，好像是25岁。18、30岁吧，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，然后但是又不会。太老，我觉得我高中没有好好的玩。运势那时候5颗星，我现在只有1颗星，所以我想要选30岁。小女人，蛮浪漫的吧？小女人类型的，会帮她什么烤饼干的那种，应该就蛮理智的。是一个白痴，初期有点牺牲奉献的那种人，很认真的人，很体贴的人，然后。蛮像女王的，还蛮多的，很多哎，怎么办？我的阿妈叫卢罗款。I'm a pole dancer, kind of fun, maybe. 你知道我小时候打过跆拳道吗？
然后黑二，对啊，就是打到国手了。那个时候的国手啊，那个时候国小国中的时候的国手，就是我曾经养过一只兔子，但它去洗澡的时候死掉了。送去洗澡的时候，然后被宠物美容洗死掉了。因为我拉住在宠物旅馆里面住了一个晚上，然后大概隔天早上七点多的时候，他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哎，你家兔子没有反应了。”然后我就想，靠，该不会？对，蛮可怕。但是那一间已经很庆幸他倒了，我真的是太感恩了，好险哦！我离家错过，就是我跟我爸妈讲好说，就是我那天要坐火车去找我在花莲的朋友。就我高中同学，然后但是我爸妈不同意，然后可是我车票已经买了，然后我妈他们就说再说，可是他们一直都没有说，然后就我那天就还是打爆了，我就走了，然后他们以为我那天去上班，然后晚上就赶紧问我说我在哪，我说我已经到花莲了。他之前有一次就是我们两个去修他的机车，然后那时候他就突然肚子痛，然后因为当下就是旁边没有厕所，但是旁边有一个三合院，然后有个院亭子。他说肚子太痛了，所以他就跑到人家的车子后面，就直接就是在那边就是，拍我照片。假如林姐需要的话，这可以当做你的生理。没有，他拍的是那个大便的照片。没有啊，他哎、欸，不要好。当天古里亚的祝林姐生日快乐。当天古里亚珍妮 ，Happy Birthday to。我可以看你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预备。OK。开始 ，Go。开始。哦哦哦！时间到。好。时间到。太快了。Time's up。头发没有烫完，这边再加一个。好，林姐的脸。小梅，不要再画变眼线了。你加粗了没有比较好？你加粗就是。可以。Oh, it's not bad. Really? It's not bad. No. Thank you so much.Maybe I can do better another time. Okay. 精髓就是在于那个眼睛要有点迷蒙。然后嘴唇是这样，我觉得这两个有抓到应该就 OK 了。我先喝，嗯，还蛮好喝的，好像不是什么处罚哎。用麦克风 drop 叫做 mic drop， 那我忘记这个叫。但是我今天的笑话很好笑。Last text， 我是麦当劳欢乐送的简讯。妈咪 ，Yeah， 妈咪。千山静水提醒您，今日有预约到府服务，体力协助处理感，谢谢您。I wrote almost home. That was my last one. Almost home.Almost home. 我要写得很艺术，你不要花我的妆。你不要花桌子。杰小杰的杰怎么写？哎，写错。好。这。有偷过，这是在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去小北百货，然后我跟朋友非常想要一个 Hello Kitty 的贴纸，我们就贴在大腿上走了出去。好难用一句话来形容哦，很 freestyle， 蛮好笑的，很温暖，善良可爱，很容易就是因为一些小事情或者是奇怪的事情就会高兴。This is easy. Jen is fucking amazing.